14岁开始跟我的父亲学习吹小号，因为我父亲在一个时候是在一个军队的一个乐队里做那个 trumpet 那个演奏员，完了以后我是从81年开始进入一个北京的歌舞团，北京歌舞团它是一个最后改成了北京市交响乐团，我87年以后就离开这个团了。
我觉得单纯从音乐结合，从音乐方面的结合，可能是比较，比较做作，就是比较，好像是个技术，这个很容易做。因为我想在中国有很多人是这样，他们把中国的精细和那用那个西方的音乐，用西方的那个 arrangement， 他们去就是讲就是混起来，但是他们出来的东西好像是比较没有意思，我觉得上比较空，好像是为了一种商业。我觉得真正的结合是在于文化的结合，中国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了解西方，西方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的了解中国，这样的话变成文化的互相的了解，互相的影响。这时候的音乐，我觉得这个时候音乐的结合是自然的，什么不管是什么样，我觉得是应该真正的结合是应该在思想上，就是内容上的结合，而并不是在于形式上的结合。所以说这样的话，我觉得也许你可能都是弹的是电吉他，都是都是西方的乐器。我不需要你的脚，别给我，别给我，
摇滚乐在国外，在西方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但在中国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新的音乐。对，表现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我们现在的心态是什么样的？对，我觉得这从音乐角度上来讲是这样，因为我们以前搞中国传统乐还有古典音乐的时候，都是歌都是已经写好了，我们就照着演奏就可以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，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想唱什么就唱什么，自己写出来就可以唱。音乐角度是不一样。请你是悲是喜，你别笑着说还可以，别再提起，就让它慢慢地过去。何时何地你我再相聚，
种直接，还有自我。哪儿？比如说我们在演出的时候，我们的感受能传达给就是听众、就是、观众。我们能代表一些中国的女孩，现代女孩，还希望就是说，本身我们就是中国人，当然我们的音乐是唱给中国人听，让中国人了解我们更多，都希望。那是有一次，大概是八几年，雅尔去过中国，所以在中国做了一场演出。那是第一次我看到这种就是电子音乐，所以从当时现场的气氛，还有他的那个技术，就是说音乐上面，我感觉到有一种东西。虽然我现在对雅尔不是特别感兴趣，但是当时的感觉我非常深。
大累了 ，look day 吧 ，look tonight， 拉不起来了，兄弟啊 ，look day 吧 ，look tonight。作为我自己来说的话，我希望是往世界方向走，而且是，我自己做的音乐的话，就是音乐成分特别多，就是唱的语言的障碍，这个是，就是应该是越来越少。但是作为有很多摇滚乐队，他们的存在，这个是有他们的价值。从毕竟是这些乐队是开了先例，在中国原来没有，现在有了，他们把这种东西引进中国，而且变成中国自己的特有的一种摇滚音乐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但是从我个人来说，我希望发展的音乐，我自己要做的音乐是应该是一种世界性的音乐。摇滚跟中国这种民乐、民族音乐要结合起来，它是可以做。因为不仅是在这个节奏上面有这些问题，那么在和声上面也是有这个问题。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讲和声，而是讲旋律，就是一个歌的旋律非常好听。那么和声这种东西是从西方来的，那么这样结合它也是一个新的问题。就是怎样结合，现在谁也说不出来结合，怎么样结合。
我孤军喝酒，杯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，一足在日坛膜拜故人月亮，还愿盛世你人生晚风吹不散尘纷花，染不透乡愁雪，映不出山月，染不了故人眼边长纹绕着宿命，今宵酒醒无梦，染着宿命走入迷思，梦里回头看看今宵杯中这些人开始喜欢音乐呢，是在18、19年前。那么说那时候是82年、83年，当时我们都是从学校刚毕业。那时候中国那个政治气氛非常紧张，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，就是开始刚文化大革命刚完以后，中国处在一种动荡的这么一个过渡阶段。那么在那个时期呢，大家都很渺茫，不知道做什么好，不知道追求什么。那么那时候开始认识一些留学生，因为我过去是画画的，认识一些留学生，他们这个都通过种种关系吧。那时候在北京呢，有一些西方人，他们在那儿玩摇滚乐，就是一些留学生在他们的学校里或者在他们的使馆的聚会里玩 party。那么我们呢，就是非常有机会就去参加这样的 party， 开始听到他们弹那些音乐，开始听到一些磁带。那个时候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关系吧，搜集到一些磁带，那么开始就有兴趣，觉得这种，因为我们当时听的音乐很杂，也并不完全是 heavy metal， 有很多有什么 Sting 啊，什么 Beatles 啊， Rolling Stone 啊，这些音乐都很多。那么开始听这些音乐的时候呢，就是很喜欢，潜意识有一种选择，就是非常喜欢，想呢我们是不是也能搞一个这样的乐队，然后就开始对初级来讲，对一些 rock 东西表现音乐比较直接一点，就我们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吧，比较接近，生活比较接近。那么做音乐来讲呢，我们就是乐队成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选择了一部分hard rock、heavy metal 一些形式，和我们自己大陆人自己那个感受、文化的一种新的东西吧，融在一起。
以后嘛，这一代人基本上就是受文革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，因为那个时期还不是很开放，文化大革命期间呢，这个影响了这一代人，等于是教育啊，还有一些文化都受了一定影响。那么我们本身这一代人也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我觉得那个作为我们做这种音乐形式哈。我们所创作其实，是我们自己想，比如说我们的音乐、我们的歌词，全是我们自己心里所想的、想说的。那么这个，对，至于这些青年，社会上这些青年呢，和我们可能有些东西是很共同的，是同步。对他们不知道每天应该做什么，应该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。那么对这个社会呢，也不是很清楚。所以说我们。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，能有一种沟通吧，让这个那个中国的一些青年人，让他们知道你们的希望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探索中国文化历史，可以从中得到某种信仰或者得到某种启发，自信，对，给他们一些自信，让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生活吧。一块红布的歌词，好像从字面上看到的是，
是一个爱情歌曲，因为我发现我们很多的年轻人，就我自己很多的朋友，他们自己，他们愿意把自己眼睛挡住，他们能，他们这样的话感觉，他们觉得自己舒服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了太多的真实东西，你不能骗你自己，所以说这个很多的文化也是这样，如果你真正的看到了以后，他会觉得自己，或者是觉得自己太弱，或者是觉得这个生活太复杂，太不是很纯洁，他们觉得挡上一点好，你越是看不见的话越是幸福。但是这个只是一个，好像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方面是文化政治的，还有也是就是一种爱情的。所以说这个，所以他这个这首歌不应该说是完全的政治歌曲，好像是一种感觉，本身也有这样的感觉。所有的我听很多朋友这么说，很多记者也这样问，说艺术是不是就是政治？这时候我一般的都是这样回答的，我说艺术是有政治的责任，但是没有政治的目的。那天使里有一块红布，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他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？我说我感染了幸福，这个感觉只让我舒服，它征服了我每日度。你问我还在想什么？我睡觉上你的路。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，回头说呀陪你追逐。你问我还在想什么？我是家上你独处，无可取代，你不是真的只想起一样想爱，无可取代，你谁是真独处消失的，这个感觉只让我舒服，只想放掉我每天日落。你问我还在想什么？我睡到上天。
如果上了中国电视台的话，对，肯定影响改革，影响会很大。这个可能是有革命性，因为中央电视台是这个中国人民共产党的喉舌，这个主要的政治的与政治的一个传播工具，所以作为我们来说，可能这个得慢慢来。中国因为在开近几年虽然开放了，可是还是要一步一步。但是我们现在